你想跳舞吗？那爸爸跟你跳舞行吗？不要，爸爸，你说什么？喂，什么？你说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金志文。昨天感谢大家给我投分贝，然后昨天我们的分贝呢，是在八位歌手当中拿了第三名，然后今天大家再接再厉，然后继续的为我投分贝。然后今天呢，是因为我刚刚参加完了工人体育馆的一场演出，然后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家庭聚会，然后今天特意的要带着 MIDI 还有带着这个我和我的老婆金兰，然后带着 MIDI 的小姐姐，也是我的大侄女，然后高雨桐，我们一起来这个巴啦啦小魔仙的这个游乐场来游玩。这是 MIDI 最喜爱的这个地方，几乎就是说定期必须得来一次的地方。然后呢，这也是我第二次陪着 MIDI 来到这个巴啦啦小魔仙的游乐场。然后今天不仅是带着 MIDI 玩，然后也带着大家参观一下这个巴啦啦小魔仙。即将当爸爸妈妈的你们要恶补一下，这个是现在特别特别火的一个。好，欢迎来到我的歌手直播小屋。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直播节目了。首先隆重的先开始第一个环节，因为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每天的直播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硬广强势植入环节。现在开始来念一段广告词啊，因为今天那个一下飞机，我已经把他的这个有机牛奶已经喝完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五毛特效一会儿啊。然后呢，我是姓金，咱们的好朋友经典也姓金，她是我的好妹妹，她是我们那个人见人爱，喝了健健康康，永远活蹦乱跳，智商永远高于一切，经典有机奶。哎，我看不到呀。好 ，OK。然后呢，还有重点的广告词我还没看到，就是欢迎收看由无污染无添加的经典有机奶歌手踢馆赛，然后天籁之音是我，天赐好奶就是他，经典有机奶本来这时候该给你喝的，但是已经被我喝完了，走吧，我们今天开始广州的吃货之行。首先跟他送我的两顶帽子，还有一顶，那里黑色的嘞，黑色在我头上呢。好朋友，也是我以前酒吧驻唱时候的旧同事，大牌曾文丽。我管他叫大牌。其实我就是本土天王。本土天王。所以今天是非常开心能够呢，因为金师姐很难得呢回来广州一次。我已经几百年没有回到广州了。哎，小心。所以今天你是想要吃很多地道好吃的。对，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我们常吃的萝卜牛腩啊，萝卜牛腩是我最爱，然后什么咖喱丸啊什么的，咖喱丸都有。네다시가위바위보하나둘셋넷가위바위보가위바위보먼저올라가는사람이진사람꿀밤때리기가위바위보가위바위보저기까지야어디저기다가위바위보가위바위보 언니랑나랑 비슷비슷하게가위바위보못한다가위바위보하나둘하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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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것봐눈이와서어어또라예하하하하今年祝大家好好好好感觉在放大招。
斑斑和绿的大门外，全部记成中文了。今天我在录音棚里，全部把他那个刚记完的那个还在那儿放着呢。早上我妈见到我的第一眼跟我讲，艾维，你的上嘴唇下嘴唇现在忽然间对称了啊。然后当我在镜子里发现我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上嘴唇长了一颗大痔疮，那一瞬间我就不想出门了。戴着耳机听一些自己的音乐，真的很爽 ，feel so good。好 ，OK， 那我们去我的房间看一看，好不好？走。好，对，这里放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我2013年拍摄一个片子的时候，我妈妈去探我的班，我们俩照的一张照片，就我亲爱的妈妈。对，我就放在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些我平时看的书，其实大部分也没有都看过，所以 OK， 我们往外走。谁是第七个？等一下，我要看一看谁是第七个，好不好 ？OK， 这个房间呢，因为放的都是搬家当时的东西，我现在还没有整理它，所以好多东西这里特别乱，所以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好不好？然后这里呢是我的房间，这映入眼帘的就是我的厕所嘛，然后这里还有我的衣帽间，这里挂了一些我平时穿的衣服，我平时穿衣的风格呢，大概也就是，我比较喜欢穿皮衣。我也比较喜欢穿正式的衣服，就像这件风衣，我就特别喜欢穿。然后这件风衣呢，我可能会23号比赛的时候，我应该会穿这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但是我要跟节目组啊、公司啊，我们要去商量一下，我再去做决定。这件呢，就像刚才讲的这件呢，就是也是。MIC 王浩队长送我他做的品牌，你们可以看到跟刚才那品牌是一样的 ，Cheered Up 24，也是他的品牌。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件的红色，其实这件还有白色，还有黑色，但是我就比较喜欢红色，所以他就送我的红色。然后这里有我的皮衣，我那天跟于田 PK 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皮衣，因为我平时也比较穿皮衣。比较喜欢穿皮。好，好久，就高，就高，好久，好久，就高，就高，就高。哎呦，我画的人来讲的，啊，这样人来讲的。可以了，过来吃饭了。完了，可以了。坐下来，过来吃饭了，来了。那家伙。哦，谢谢，感谢阿弥达。火麻跟那个玉米粥，玉米糊，都是这样，都是一粒一粒的。来，我们吃饭啊。好。我们这里白糖都是这样子的。你要了果子肉，我们要就是一定要硬硬的把自己。这条街吃完，不可能吃完，吃得完，不可能吃得完。对，我要留肚子吃，我要吃个双皮奶。双皮奶其实你今天最爱吃。对，我还自己学过做皮奶。要不要吃榴莲的一类？哎，其实我要给网友报一个料，其实金星姐在。成名之前有开过一个台湾地道小吃店，啥料啊？大家都知道好吗？啊，这全知道吗？就而且他自己负责做，跟自己负责就是卖那个那。
公里海中，海中，温家宝来，海中米，嗯，海中，啊，海中米，温家宝来的时候包子，其实叫海中，海中米。哎，今年办法吧，老板。哎，我昨天，我昨天，礼拜天你昨天啊？我就大家拿个一个，就是只是拿个那个草药，然后把那个糯米一起。草药，把草药烧黑。我们现在，吃完了这顿节目中录制的饭和现实意义的饭以后呢，今天的拍摄就要结束了。然后其实，大家自己通过我们的摄像机也能看到，我们所有的瑶寨的这些，寨。大侄女高雨桐能唱能跳，哎，坐这儿。对呀，大家想听我在总决赛上唱什么歌呢？除了泡沫，我们还有一首歌的选择，大家可以多帮我选选歌，因为我最近选歌想歌的想的脑子已经快炸了，完全没有想法，完全已经崩溃了。第七个，等到第七个的时候，然后现在我介绍一下，我刚才介绍了我的拳击手套，然后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潜水的装备，这是我的潜水装备的袋子。其实我潜水装备有两个袋子，我一一跟大家介绍。然后这个呢，因为我平时浮潜和水肺潜水，还有就是自由潜。其实我最爱的一种潜水的方式呢是，自由潜，所以我特别爱的一个脚蹼，这个是自由潜的脚蹼，这个会游泳的人潜过水的人一定知道，自由潜的脚蹼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不需要带任何负重，就比如说BC 啊，还有就是氧气筒啊，那些特别复杂的东西如果不用带的话，没有负重的话，这一款自由潜的脚蹼就会速度特别快。这是手指，没事。不过我手上也有疤，像这是我小时候的，对吧？小时候，打工嘛，那个时候，为了让家里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就去那个打工的时候，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当时就把这一片肉给切没了，因为我是左撇子，这样，别介了，小鹿，哎呀，你看一下，这样差不多。试一下嘛，因为你们不吃，要不我们给大家试一试吧。来来来，哎，快给快，来给你们试试。今天给亮亮吃，他没吃到一点。我有一个化妆师都快哭了，在那边没有吃的。亮亮呢？对啊。他是不是偷买呀？就是自己弹唱，有可能，很有可能。你叫小亮。在支持我，加油加油！啊，泡沫，啊，就问了一个咪咪哭了我会解决吗的问题，孩他妈回答一下，会的，特别尴尬的一个问题，太空城了，都多少年了，还空城。哭不出来也不好吧，再想想，大家再想想，为爱痴狂，唉，虽然那是我一直非常钟爱的歌，但是肯定不能拿到这个台上再唱了，大家再动动脑子帮我再想想歌好不好。大哥快过来，对啊，这么难吃的掉，快点快点，你先说。
我就是留着肚子晚上吃的。那你吃什么？那你怎么吃？哦，我喜欢这个。这什么？哦，这啊，这是那个汤。潮州牛肉丸。这最出名的，对吧？对，很有弹力。有。你看适当的吃了吗？整个吃了吗？但是它的汤我就很喜欢了。还有它的鱼米也是非常出名的，你试试看。嗯，非常贵。来吃一个马来，你盛情难却这个 moment。好好吃。来，那位那里偷笑的导演，麻烦过来，你不要在假装不懂。我也吃饱了，我也吃饱了。OK。哎，那也是，让我们骑虎难下哎，有这么多东西。好吃。一定要吃之外，顺便也帮我们消灭来。来。好好。所以吃完会像你一样唱歌那么好吗？不见得。所以你有对我有期望吗？可以唱得跟你一样好吗？明年谁来踢馆，让曾文丽去吧。我真的可以试试看。可以试啊。好，今天先看有没有专辑可以发一发先。然后我就他其实唱歌很好。谢。就是硬性的插了我一个广告，好开心。刘姐姐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在这里？你就没地方放了，因为你下水所有的设备装备都会湿，所以这个东西呢起到的作用就是它是防水的。我们可以打开以后呢，它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放钥匙，放钥匙，放钱，放一些零钱，身上必备的一些钱，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以后呢拧上，然后挂在脖子上，潜水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不会湿，所以这个非常好用。但至少刚才底下我听的效果还是挺好的。而且之后之后5月7号我妈还有一场致敬邓丽君的演唱会在上海，在曾经她的故乡，是这里上海。必须有的，这个是必须有的。四猫半马。我家里只有我爸、我妈，还有我，就是连麻将就我就连麻将都不认不全的一个人。每次过年回家，我都是大家都在打麻将，我就坐在边上，我就怎么玩。我可能因为出来的早，然后对麻将这个概念，好像打牌这个概念不是很强。他对他的他东西，哈，他的东西，他的麻麻将不好操心。对，姑娘。啊，我麻将真不会打牌。哎呦，这个每次玩完这个，咪咪和他妈妈都得带回家好多沙。来吧，快点出来，快点！哎呦呦呦呦！咿呀，在我耳朵里充斥着。充斥着一股股的能量。那个嘴角的那颗痔疮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鸟窝。等一下到山顶我再秀给大家看好了。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直走呢，我们就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茶餐厅。广东特色，对 ，N 年前有吃过吧？欧记，但是都是大菜。我们现在今天去，先多吃一点那小吃吧，小吃类的东西。鲜芋仙，行，我也爱吃鲜芋仙，就是，但是不是广州特色？对，那是台湾。对，出大红大紫，一定会。
그거를 말로 잘 표현을 못해가지고. 그냥 엄청 잘하고 싶어요. 처음으로 베스티 대표로 먼저 중국에 가서 하는 거니까 내 첫 시작을 좀 잘해야 그래도 부담도 되고 잘할 수 있겠죠. 然后这只也是阿玛尼的，我没有太贵的表，因为我不想花太多钱在这种装饰上。 然后这是。 这首歌，三天三夜，我们这是八天八夜。存在，存在是什么歌？是我这个我保证在那儿存在，存在奔跑兄弟里的。是吗？ 因为毕竟自己在台上也经历过这种感受，就是哎呀，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还得台上，毕竟也要对得起观众嘛，也得感受有点顶着。我妈现在演唱会她进行到一半，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哎，我们妆化好了，要不去房间休息一下？哎，对，好，去休息一下。去。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这一块肉必须吃。那这个吃着啊，吃一块啊，吃一块。你问问要不要？要。要。好，给我们咬。谢谢。谢谢。谢谢。给他吃着。 心愿呐，还有一些什么卡，就是弄在墙面，就很温馨，很有学生感。哦，卡，信号不好是不是 ？OK， 那我们就 OK 的，我们就边喝。我们打包可以唱。这一看还有我的头像，这就是我的忠实粉丝，谢谢。千禧新娘啊，我也特别喜欢。好，我给大家唱一段，这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真的，啊，这个叫，好，嗯，千禧新娘，妹儿在哪里？就在看。哦，我唱两句。哦，这是李宇，我都叫宇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应该你们也叫宇哥吧，对不对？OOK OK， 我在琢磨。临走的那一天，他对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他说啊，有一天天堂的彩虹，如果对你说话。你的任务艰巨。Soka， 一共多少张啊？50。好，1/10签完了。 好，6张。哎，我手机呢？没拿。Sorry，我拿一下手机。哎，拿下来了。下来了吗？你下来了。你帮我下载一个。下来。在哪里？
是第七个，还是没有？好，再帮宇哥下载一个。啊，宇哥还没有芒果 TV 吧？我比较 out 了。还没有到第七个，我在等啊，我继续等，我继续等。现在应该是排到第三个。宇哥呢？很巧，我宇哥其实也住跟我一个小区，他就住在我们对面的那个，是，我住一号楼，五号，五号楼，五号楼，对我住六号楼，他就在我们对面住。OK， 你下载完了吗？1988。能看见。也可以叫粉丝朋友多帮忙，一起发一样的。对对对，哦，是吧？对对，小文哥。好，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可以一起帮我，让那个文哥，这个文哥唱伴伴，唱着伴伴，唱几句好不好？小文哥，能不能唱几句？现在还在看，好像又找不到，正在直播，找到找到，嗯，这位，这个，来呀，多了呗，多了，对，多了就打黑嘛，黑嘛，好了，是，再说，他是啥脸啊？来呀，这，够了，发出去，好了，来，这，这哪再发一个？这哪的？把这去哪了？跟着道歉吧，老师。我是云朵儿，啊啊，看看。是啊。粉丝朋友们，大家一定帮我发一发弹幕好不好？让他不停的看到我是云朵，我是云朵，可以让他唱一唱伴伴。他在看金石，文哥，我是给我投分贝啊，投分贝啊！今天的成绩不能照昨天的差啊！米蒂，米蒂，半半。好吗？好吗？这是，这个是亲手做的，我问一下吧。这金池姐，这个是你亲手做的吗？这个看上去，看上去应该不错。还有吗？哎呀，这个我。哎呀，尝一下。哎，你碰过，求之不得啊！哎，对了，想碰一下，试过的。和菜花，嗯，好，香菜，对，哎，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这个是什么呀？这是蘑菇吗？还是这应该像桂林米粉？哇！他们家除了吃那个牛腩之外，我喜欢吃这个猪血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猪血。是真的，真的猪血，不是那种传说中的那种。哎，特写一下，喂给你们吃。打排档，对，你看，不是桌布，那种铁的这种，铁质那种桌子，他应该在外面吃大排档，路边摊。但现在这些食物诱惑不了我。我现在还是专心致志的准备一会儿要上台唱的歌。我现在看你了，你看这。啊，我刚才。看你了。你看我。我看你跟明明都配的好好玩，跟你也配的。不是。不是，朵朵，我想问你，你英语学的怎么样了？怎么
英语啊，噔噔噔噔噔噔，我这两天做梦都被这个歌都这个梦醒了，就啊。贵重，别那什么，实在不行，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把它翻译成中文，重新填上中文词再唱，你知道吗？我今天你知道吗？跑得可远了，专门那个。枪语啊，这就是今天做的。你看，今天把它全部写成那个中文了。你看这个全部写成中文，什么凯迪拉克，凯迪莱克。我是觉得翻译成这样的。啊，那这是好办法，这是办法之一。对，我的意思是，我这个手机咋这样了？我说，妈呀，有疯子吗？哎，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唱几句给呗，给大家听。什么歌？笨蛋。啊，不，不可能的。这不可能吗？我唱不了。你为什么跟女朋友想听的呀？发弹幕。我刚才还说了，我说幸亏我妹妹帮我把这歌帮我抽走了，要不然我抽到了我就疯了。我妹妹帮我疯着呢，现在。哎呦！加油加油加油！你看我们家也有个小孩，是不是在这个当然要跳出全屏模式嘛，对不对？先要跳出全屏模式，然后会有一个分贝，你点它，然后支持它，然后找到我的图像。哎，我在哪儿？在这里，我在这儿，然后支持它，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就疯狂的点，疯狂的点，不要按错哦。那个 ，Under you want it, under you want it, 忘嘞，忘嘞，忘了，累了啊、I know you 忘嘞。对 ，under you 忘嘞，然后，yeah, come back, 哎，靠谱啊！你一会儿这样，你一会儿这样，我看着你那个词，我看我能不能唱下来。哎，我怎么打不开呀、啊？好吧，啊。麻烦把镜头给一下，这个我千万别动啊！看一下不是，然后帮忙拿，对，两只手帮忙拿，对，你帮忙拿，谢谢。镜头去指，你看啊，这个文哥啊，我不行，我现在看不见你的那边的视频。啊，看不见啊！对，我现在这个网络有一点点延时，我的网收，好，解散。金池，哎，出来了，等会儿我看一下啊。好，不要动啊。嘎啦巴蒂。啊，我看不清楚啊，有一个成，哎，等会儿啊，货 Q 贼，我现在你看了这个肯定可笑人了，嫌他里内笑呀，对，你看啊，这很像枪语吗？可以，这个，也这个，不是，八地苦逼呆。啊，我曾经也用这样的方式学过英文歌，啊，是吗？我从来没唱过，没有英文歌。这个方法，可以吗？可以吗？过来。然后这前面油泥大骨狗 blow you my， 什么 no， 油忘嘞啊。就是怎么样了？那个泡沫，泡沫。哎，还没动手呢。现在我也是脑子空空，完全没有想法的状态。现在这时间有点那个紧吗？你
还没动手。我现在是把这个。哦。对对对，你那有点晚了。感觉我现在依然还是大小腿明显，因为刚右腿刚做完手术到现在肌肉还是萎缩的，所以我右腿比左腿要细一圈现在。哎呀，我进去上个厕所。谢谢明迪。林总阿姨加油！哎，行，哎、你去玩去。我没见过他，你见明迪好。加油吧，加油！啊，好，多吃，多吃饭。攒住。好，我要吃饭了，因为我刚刚也是才回家没多久，我不是吃了一盆那个蹦蹦蹦这个嘛，然后一到要旋律上面啊这些。好吧，加油，加油。好。好，好嘞，好吧，啊，拜拜，拜拜，拜拜，对不对？可以，对吧？所以那由我来提问，好不好？你提问，这搞反了，不能这样，我觉得由我来提问，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肯定会爱听。我觉得是这样，你先把你西藏的经历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好不好？讲完以后你再问我嘛。OK，行。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是有网友在问吗？没有，他们都不知道。我想特别想知道，嘛，在这儿。对。OK，那我讲一下我西藏的事情，好不好？嗯。我是一三年大概是五月份六月份吧，我记不是太清楚了。然后当时我跟一些朋友也是骑行过的朋友，当时我是第一次，然后他们骑行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叫上我，所以他们后来安排的那条路线是从拉萨骑行到尼泊尔，是跨国的，所以我们要在北京要办好签证，然后我的自行车呢是跟我坐飞机一起托运到的拉萨，然后我大概在拉萨休息了5天，然后骑行，然后经历了好多。我最高的时候骑到的是5800米，然后那个是，真的很痛苦。你要，因为自行车，其实你在爬坡的时候，你的速度，人走路的速度大概是4迈到5迈，其实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的速度，当爬山的时候也是4到5迈。所以其实，骑行这件事情呢，特别挑战一个人的意志。其实我当时准备去的时候，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毅力坚持下来。我觉得，我就大概讲一些感受就行了。我觉得细节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以后慢慢看我的更新的一些东西啊，或者看我做的一些访谈，我觉得都会聊到这一些。所以我就觉得不用说太细吧，是吧，宇哥，对吧？对，OK 了，我回答完你的问题了。其实那你让我在，说实话也不是，那这次也是跟家人一起拍着我的一些生活，很少的，然后这上面，那我是提到那时候拍的。手心里的温柔，云朵轻唱几句手心里的温柔话。OK。买小礼物。这一段被我妈看到会骂我。看着。你没看？要不要去？你想是用？就是用的吗？要吗？我们去吗？前面有沙，你的手机。帽子啊，那帽子就是我们转回去那个喽。我也要买帽子，我是帽子控。我好像知道，以前红帽，你包括以前有一些翻唱专辑的封面都是有戴个帽子。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人流量非常多的广州北京路。所以我们吃的行程已经结束了。是不是？这里就是定制麦克风的地方。等一下出来怎么在交流呢？를 찍고 있으려나? 아, 미지 언니 신부 같네. 신부 미지 언니가 지금 저 화보 촬영하는데 놀러와줬어요. 그죠? 예쁘죠? 우리 혜령이에요. 무슨 화보 촬영하고 있어요? 지금 K-Wave라는 전체 촬영하고 있는데요. 제가 지금 이 촬영할 동안 유지 언니는 열심히 다음곡을 준비하고 있었다고요. 아니, 언제? 연습실에서 늘 듣고 있는데요. 기대 많이 되시죠? 유지 언니가 꼭 우승을 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제가 그날은 같이 중국에 못 가지만 한국에서 열심히 응원하겠습니다. 같이 가자. 一首我们自己要选的曲目，就是自备曲目。但是这个自备曲目嘞。这首歌好多人惦记着，小心小心小心，要不要唱他不懂？他不懂，看表现，看大家的分贝值的表现。就如果大家都很支持，就唱他不懂。对对对， okay. 只要大家的分贝值那个排名第一，我就在结尾的时候清唱一句他不懂给大家听。哎，我们我觉得可不可以再买一点那个，就是额外的，就是这个我可能不是主要礼物，买一点那个地方特色的一个小吃，可以吗？就那种牛肉干什么的呀，就反正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没有的，就广东特色、澳门特色还有香港特色都凝聚在这里。我们这首歌完结束了以后呢，看谁的分贝最大，谁进入到我是歌手的终极踢馆，就是要去跟我是歌手的舞台，我是歌手的舞台去踢馆。哦，那就八选一了。对，有没有很紧张？那这个能不能刷票？所以你要不要，对不对？你要不要把家人啊什么都发动起来，帮我支持一下？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对不对？因为我最近好像比较忙，嗯，就是很少关注你这个但哥哥的不对啊。对。但是23号的时候，你要不要发动一下？可以，没问题，我发动一下。对不对？嗯，我能不能我都发动？我能不能上进入到终极就看你了？好吧，好吧。是不是网友朋友们看到我们一家人吃也特别想吃啊？来来来来来，张开嘴巴给你们吃一口。哎，这样吧，要不我做一些蛋挞给大家，可不可以？啊，想不想吃？想不想吃嘞？我看看那个，我大屏，大木。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说。能歌善舞，能歌善舞，想吃朵朵家的菜，有机会来我的老家做客，一定请你们吃。要是唱歌越来越好，就啊！
来，我们一二三，一二三还可以啊，一二三。神经病！先是讲话的讲哑了，真的。以前我是海豚音专业户，现在完全不行。他们说我是神经病，买礼物看到吃了又停了。돈가스를먹고남산에왔어요저기남산타워가보이저길지금올라갈거예요저기보이는게남산타워예요남산타워좀찍어주시겠어요우리가이제저길을올라갈거예요꽤멀어보이죠 방금어떤커플이지나갔어요 굉장히부러워요아난안부럽다나는你才怕我了那我就吃了你吧死了谁说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还有13分钟。检查一下大家的工作质量。太好了，小姑姑。看看大家分配投的怎么样？太好了，嗯哼，我很满足，我很满意。大家辛苦了，继续加油，还有13分钟。这个，这里。大概现在在经常在这里出现的话，我可能到时候会挑几个朋友给大家送几个礼物。来，米迪来，米迪来。哎呀呀！米迪来，爸爸抱来。上这个玩吧。临时的。对，这边刚才播李一哲在 Q 我的一个内容，对，非常的讨厌哈。OK。哎，多好看啊，这镜头。那你快撕了！为什么要起这么高的 key？ 你没在怕的啊，你 key。对了，现在我们来到著名的光明广场。这不是我们刚刚来的地方吗？刚才那里经过。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负一楼。我们刚刚来的地方啊。来了，准备有人来打我们了。那怎么办呢？今天呢？要进去买东西，我们要买东西。拍照不能拍。哦，我们只是录影，我们在直播。我们只要去负一楼买点东西。所以我们要在门口脱口秀吗？我在等的时候，我们还稍微快一点啊，把那个。怎么办啊？趁这个机会回答一下。回答网友提问。竟然有网友说，不露腿不幸福，帽子不好。我露。现在是保安大哥不让我们进去。OK 了，那我们。现在是几点啊？现在时间是9点啊，时间快到了哎。9点零八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去私下，我们去一会儿直播结束之后，我进去挑一些精心挑选礼物，然后也不一定是帽子，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看到有比较特别的小玩意儿，进去挑。然后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演出，因为是唱片公司。美妙在广州的一个年会，所以呢，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应该是在工作当中，所以我们明天依然是在广州，虽然还是在广州，但是内容不一样。他今天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啊。真的没吃到什么东西，因为第一人太多，第二我们时间有限，然后那东西呢又很多，我们都找不到。提前的工作做。下一轮预测会，他叫我预测谁会淘汰，没有淘汰了。没有淘汰了呀。8个人选一。等于有7个人被淘汰，只有1个人进去。我觉得我心里面我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你一定是你。拍他们，他们偷偷吃。我能不能喂你？好 ，OK。喂我。
这是金喜姐很想吃的东西。我觉得金喜姐要不要唱两句歌拉拉票？我看一下。OK。我看一下。哦，过来一点。现在是24万。哎，现在我们怎么看那个分贝值谁最高啊？又要退回去了。哇塞，85万！现在最高的是，199万。没有啊？我尊，我尊最高，有个 take 的。金志文，然后给他多多的投分贝，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行吗？要做蛋挞。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林总、你今天做的蛋挞是不是我们也有吃的？首先今天要分享给大家吃，然后呢，今天再试一次，现在看好不好吃。过几天做更好吃的给大家，就是味道更好了之后再现场。然后呢，今天也刚刚跟出发前，今天出来之前也跟伟伦老师商讨了一些编曲的部分，我希望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今天没有分贝值没有到最高，分贝值没有到最高，所以还是保留一下吧，等我分贝值最高的时候我来清唱给大家。这有人直播自己在家里煮饭呢，这是谁啊？大家每天都行程都没有，每天行程都要。对，哎，我们时间是不是到了？上面有时间，上面到。来，一、二、二。迷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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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叫你。接住，嘿、哎！哎呦！没错。电视没有过现场的音，所以电视出来是干净，但是听干是你我刚刚会有就差点人脑昏过去了。但后来我听你在唱那个红舞腿浪打浪的时候，你突然一下子状态又来了，估计你肾上腺素来了，对舞台有感觉了一下。刚刚听的时候底下听的是很好，其实就说实话真的是很好，但电视里面出来肯定是干声毫无疑问的，但是那个干声还是没瑕疵，非常好的。所以就还是那个因为反送的缘故嘛，其实底下听的是很舒服，所以你就不要有顾忌，不用太用力的唱，反正等会儿我们那首歌反正就自由版的吧，好吧，对，玩玩吧，撒欢儿。哎呀，我操，我真的好的、很好，你等我在台上表扬我两句、必须的啊，30年了你的这一刻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哎呀，你不想让我哭呀？我现在不想哭。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本来我也觉得，因为我们排练时间有限嘛，真的是今天是第一天来，下午当天就来排练，
我还觉得还有光的，结果比想象中好很多。OK， 好，准备，小心啊。啊，明天继续的支持我。今天啊，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特别的给力。然后明天可能是我会带着我的乐手，然后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全程的构思，再到编曲所有的这样的全过程。他的三不断组我的话瞎了，他是周杰伦。学生妹啊，在上场也没有很高兴。这什么？我们现在来邀请曾大牌唱一首歌来。Why not？ 那我就唱一首。哎，那你唱啊？那我直接唱。唱完要帮我拉票。OK， 我唱星星写的第一首，让大家熟知的吧，《夜夜》吧。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空里。其实我有小矜持之称，真的，大家应该是我天天跟他说，他的每次都吐槽我，所以是小别人吧，应该是。哎，这个广告词好， yeah. 经典有机奶，我们天天见。耶耶。Ending pause. Ending pause 是吗？明天晚上的8:18到9:18，我们芒果 TV 直播小屋见。一个又不是特别那种善于表达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希望大家支持我。然后每天都有一些这样的直播，一个小时直播，晚上8点多到10点多，8点多到9点多一个小时。然后在线的朋友给我投一下分贝，然后注定了我23号那一天的这个什么上场的顺序，优先选择权。给我我的。这是最后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啊，然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的见，然后明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那个乐海里 ，OK， 拜拜，辛苦了，今天分贝非常非常的棒，谢谢大家，拜拜，耶，拜拜呀，拜拜，耶。